野上跑者走，结果这个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见高，但距离送三垒的跑者应该是不成问题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个球其实要拦截，那不会奔垒北湖了。这个没有必要去，因为这个时间上是绝对来不及。这是高飞牺牲打，今年球季前锋季呢，个人第四次的高飞牺牲打送回了林志祥。